昨晚小杨哥直播出现事故，带货白象火鸡面食只是咬了一口洋葱，没想到下一秒，嘴，快喝水！你张开呀，张嘴，张嘴！你张呀，你张呀！说的你放六点就能把它放六点就吃，胳膊都不听，那放六吧，都得吃。 那这纸钞都给你吃坏了！兄弟，你表谢，兄弟们，感觉免费的，不要刷钱啊！哎，啊，就这一盘，感谢兄弟们，人气票，兄弟们来，放多少料？兄弟们，放多少料？你说这个是放多少料？这是白象的火鸡面啊！那再拿几袋？拿几袋这个料？多少？吓人嘛！来放那么多呀！听兄弟们。 你再拿个玻璃盆，一到十袋，知道了，这个一到十袋，你们说，放点面过来，放一碗啊，抢到了，好开心！哎，抢到了，恭喜恭喜兄弟！我的妈，你这谢谢兄弟们的一票，感谢兄弟，放几袋？我的妈，一到十袋，你们给个面子嘛！不能，你这不行啊，这个是辣的啊，辣的很辣的啊。 五袋，但是我今天可以教大家一下，吃这个火鸡面放什么，咱们胃要放湿，你知道吧？吃火鸡面就放火鸡面料，放什么？要好吃。五袋吧，兄弟们，五袋吧。人家都说十袋，你必须听兄弟们的，知道吧？你搞得你吃了你就肚子跟你说，第二天他们窜稀，第二天窜稀之后，我必须搞干净啊，必须搞干净，必须得听兄弟们。白象的，哇，啊哇。 你这不能收，大不要自由哦！兄弟们，我不能吃辣椒啊，但是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吃这个火鸡面该怎么去吃。不能吃辣的人啊，吃火鸡面，我给大家怎么放啊？咦，你放那么多，你不想好了吗？大不了。你看，放一点点的酱，不要放多了。你看我一袋就放这么一点。 然后三袋了啊，我们拿着老干妈、机油酱、风味机油，三袋，4袋啊，4袋啊，兄弟必须听兄弟们的啊，兄弟可能老干妈4袋啊，感谢兄弟们人气票，谢谢兄弟们，对，免费的人气票可以刷一下啊，免费的，好。 哦，易拉罐，哎，兄弟们，咱们不用那个啊，这个真的，我非常喜欢那个，易烊的啊，易烊唱歌真的很好听啊，易烊，我就是榜这个人气票的第一，易烊，你看人家直播间一两万人，人那个一两万人人气票占了第一，人家说明人家凝聚力，说明多粉丝多喜欢他，因为他唱歌真的很好听，好不好？佩服佩服，咱们从来不会什么拉仇恨什么的，因为我们都是互相。 互相学习，他唱歌，易烊唱歌真的 very beautiful 啊，非常棒，几袋了？6袋了吧？6袋可以了。你小屎了你！你不想好了？你尝我这个看，兄弟们啊，我这个是用风味鸡油那个啊老干妈拌的，放一点原味的火鸡面料，再放点那个，再用辣椒酱搞，这味道贼可以。 你看你不想活了吧？不想活了！来比比，来兄弟们比比来，这是啥？这真的很棒！好，来，马上你们该流口水了啊！哎，对，你把人让。 要怕什么呢？你这好难受。你吃我这个好吃。你怎么就要犯白呀、啊？今天。快快快！那不行，那是补了。你还吃这玩意？不行。要不要喝水？水，给我喝水。 你咋说的？说的叫孩子不相信我的话，都拿着点吃的，放六袋，快喝水！嘴，你张开呀，张开，张嘴！
你脏呀，你脏呀！说了说了，你放六袋，兄弟们，放六袋就吃。跟他讲了，那不得是吃我的伙计面？一会儿那个，把这个多泡几份，大家都拌一拌啊，拌这个吃的上肚子、上胃，兄弟们。嗯，你喝好了没有？那胃，你看他摸到刚才那摸到胃，看到没有？你说明他胃难受，大家不要模仿啊，不要这么吃啊！我刚就我刚才当教大家的，这样吃最好啊！搞一点点半包这个那个火鸡面料，然后搞一点点那个风味鸡油老干妈，吃的非常好，很好吃，还不辣，知道吧？你看，那客服话都不听。那放六包给你吃吃吃，都怎么这肠子给你吃坏了？这。这个人呐、啊，这个人啊，这样吃啊，一定要这样吃。咦，给他看一下啊，快点老干妈拌，快来拉纸、啊，老干妈拌。这能不能慢一点啊？你不能慢一点。娘，哎，你妈，你吐水都红了，大哥。那也喝多了，今天我喝多了，喝都喝多了啊。刚刚那个喝了水没喝进去，然后吐出来了。我刚才一摔，兄弟们，我刚才一摔，那个屁一下子反流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反流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刚才那个刚才是这样的，刚才他又喝了一杯水，然后反流了一下，不是反流，什么反流啊？刚才是喝了一杯水啊。你不能再捂了，不能再捂了，快到旁边去。你听上说，你到直播间来，你别再捂了，知道吧？耶，这样的你别捂了，这样的你还咋捂？快到这治疗去。你喝你，上学，到卫生间去啊！你俩没完了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他是因为这个嘴巴里面有一些。不浪费，不要浪费，不要浪费。不要浪费，坚决不浪费。啊，好，没事啊，看一下兄弟们，这个衣服有点冷了。这个，感谢兄弟们人气票，谢谢兄弟们人气票啊。哎，这个给他，你们多放几袋，再放几袋拌一下，一块吃。啊，快快快，啊、把刚刚来的人气低啊！哎呀，谢谢兄弟们人气票，感谢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免费的人气票，你们刷不要刷要钱的，知道吧？因为人气票它有免费的，这是风味鸡油的，你知道吧？不是，啊，拿过来，免费的，我衣服上。嗯，马上拿过来。不行啊，这刚才灌他啊，这给我灌太多水了，那么一大瓶水给我灌一半，没办法，肚全是水，我稍微一动我就往上，我也不知道为啥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抱歉啊，抱歉抱歉啊，抱歉啊，再给大家说声道歉啊，抱歉抱歉啊，来兄弟们来，韩式火鸡面多少钱一袋？看一下，19块，16.95元5袋，5小包，兄弟们你们
五包，你们应该都知道，白象这个火鸡面的，它的这个工厂都是一些，这我放了，这非常正能量的啊。然后想个三袋，19.9的话，又三袋，三袋19块有多少钱？三袋啊？59块，想个42.9，但是呢，因为砍的不是很多，想个给你们准备了啊，这个烂啊卤蛋。含这个叫白象的含白象的卤蛋五个啊，给你兄弟准备五个卤蛋啊，五个卤蛋多少钱了？42.9，上车。护主房是吧？来把那个护主房准备，是不是？我看到就是那个了，我不想吃了，我刚才吃那个，抓紧换衣服，没事儿，小事情，我的抵抗力非常强啊。兄弟们，我的抵抗力 你衣服怎么了？你看我衣服，我的抵抗力非常强，放100个心啊，我的抵抗力很非常强的，很难感冒，感冒对我来说是基本上不搞来啊，因为我的抵抗力特别强。我抵抗力特别强，别说什么打喷嚏啦什么玩意，都不会的啊，没有这么一说啊，今天就再懒都没事儿。加几个卤蛋？加几个卤蛋？加五个，五个卤蛋啊！这因为我刚吃了一个，一共五个蛋啊，不，五个卤蛋啊，五个卤蛋。不冷不冷，他这冷啥呀？对不对？对。哎，你过来，我转过去，转过去。啊，转过去。好嘞。多少单了？哎。啊？1000。啊。我知道有很多地方买不了。我刚刚跟大家说了个吃法，你们可以试一下啊，就是搁放一三分之一的那个辣包，再搞点那个火鸡，叫老干妈。什么时候去刘畊宏那里跳舞？兄弟，你要我去吧？感谢兄弟人气票啊，不用刷兄弟们，提吧，不用了啊，都已经一直对吧？不用啊，我的妈，第不第一都无所谓的，这个人气票我们从来都不搞的啊。搞这干嘛呢？好吧，兄弟们，浪费了啊！你要说免费的，要钱呀、啊？要不要钱呀、啊？有的要钱，有的要钱，要不要钱？你看要钱吗？要钱的啊！有免费的是吧？有免费的，免费的哪有那么多呀？免费的话，你有你可以给咱弄给咱们。好，来。